大家好，我是欧哥，我现在在罗湖，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位置，这里对面就是香港的山坡。今天我来罗湖商业城这边转一下，罗湖商业城真的是好凄凉啊，没有一点人气，十分的冷清啊，路上都看不到什么人。像这一边的店铺全都关门了，全都倒闭了，太惨了。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这个波波美甲，以前的时候这个波波美甲是深受香港顾客来这里就是按摩啊做美甲啊。以前这个店啊生意特别的火爆，就是这个波波美甲。以前这边的店家真的是赚死了，都是服务于香港的富婆啊富豪啊。这个店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是价格表，它这里面有做美甲的，有做美睫的，还有做美容的。像这一条那个店铺都是一般都是做美甲或者是做按摩的，像做这一行的都是很赚钱的。以前人非常的多啊，现在没有流量，现在没有人流的话太惨了，全部都倒闭了。来到这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想不到现在是这种情况啊，现在没有人流真的是太惨了。以前这里真的是好旺盛啊，人来人往的。这里是一个烧鸡店，得力烧鸡，湛江鸡，这个店也关门了。这里有一个那个花样年美甲，这个店也是大门紧闭啊，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店也是做美甲跟按摩的，以前这个店的话顾客特别的多啊，一般都是香港顾客。这个也是做美甲的，千足金美甲，以前那里面都是那个香港那些富婆啊在里面就是按摩啊或者是做美甲啊。这个也是一个美甲，宝宝美甲，应该是倒闭了吧。这里美甲特别的多啊，这边的店基本都关门了，基本都应该是坚持不下去了。哎，真的是太感慨了。以前这边的生意特别的好啊，特别的热闹啊，人流特别的旺。现在面临这种残酷的景象。以前来这里的时候，那些香港的那些富婆啊、富豪啊，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好会享受啊。来这里按摩，我看到一般都是服务员都是那种男孩子在那里给那些香港的女顾客按摩。
感觉那些富婆富豪好享受啊。现在没有香港客人的光顾啊，这些店铺应该也是维持不下去了。唉，现在因为这个人也出不去，那边也来不了，所以说造成这个商业城人流量特别的凄惨啊。希望罗湖口岸快点通关吧，两地恢复人员的往来。这样的话才可以救当地的商户啊，不然的话这样下去真的是对当地的商户冲击很大的，因为商户没有收入啊，所以说很难维持下去的。像这边的商户大部分都是靠那个香港的顾客，我以前在这边一般都是看到的主要是香港的顾客为主的，都是一些那个。香港的那些女顾客啊，爱美啊，或者是旅途劳累来这里放松一下，她们消费也比较那个阔气啊，比较大方啊。